这事儿跟我真没关系，我就在前面开车，他自己就撞了，他们动手打架。对不起是吧？我下次别让我碰到你，给他带走。怎么了？这事儿真跟我没什么关系。这事儿啊，三毛，警察同志，你听我解释。这站我回去，我乖乖的坐，回局里再说啊。少爷，行，曹老师的已经抓走了，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。我们等着看我们的兄弟，我们什么时候能走啊？这个事别动手，我很懂不懂？扶一下，聚众飙车，车从哪儿来的？车行里的。偷偷开出来的吧？车主要是知道了这事儿，你怎么收场？